2个多月了，那正是田大力出事的时候，这绝对不可能是巧合。我现在越来越怕把这案子办下去了。你说谢亚云走的时候非常的匆忙，对，他办公室里很乱，抽屉也没锁，他肯定是当时听说出事了就马上跑了。如果他走得非常匆忙的话，那么他身上一定没有带多少的现金，而长期在外躲藏的话，必须身上需要大量的现金。对呀、啊，哎，你说他会去找谁筹钱呢？以我们对谢亚云的了解，还有他以往的做事风格的话，这时候他一定会去找一个男人帮忙。刘冰，对，他只剩这条路了。还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我很忙啊。谢雅云最近有没有来找过你啊？谢雅云，他怎么可能来找我呢？我告诉你，刘冰，虽然谢雅云知道你还恨他，但是在你汽车被盗的事情上，你放过他一马，所以他很有可能还误解你对他有感情。不可能。眼下他可以说是走投无路了，很有可能会来找你帮忙。如果他来找过你，麻烦你告诉我们一声。你们会失望的。这是我的电话。那好吧，如果我帮你们找到了谢雅云，你们能帮我把车找回来吗？没问题。那好，但愿这个恬不知耻的女人还会来找我。稍等啊。喂，谢雅云，你急需10万现金急用，哈哈。你不知道因为你我都成穷光蛋了吗？啊，我哪有那么多钱啊？这条件还挺诱人啊。哎，说吧，在哪儿把钱给你啊？会来吗？会。他不知道我们已经找过刘冰了，肯定会来。他即使知道危险，他也会冒这个险的。
尽管你是我的老同学，可你根本就不会理解，根本就不明白。为了我的云中漫步，我和田大力上了床。我想有他做靠山，我的生意肯定差不了，我就有了摇钱树。他是黑社会的，你不知道吗？你这样下去很危险的。我知道他是黑社会的，但是危险是后来才知道，他很快就把我玩腻了，后来就让他手下人玩弄我，还经常打我。我后来才知道，田大力经常开的车都是他杀了人抢来的。后来他就威胁我，如果我不老实一点，他就连我一起做了。你太糊涂了，那个时候你既然知道了，你就应该离开他呀。我抽不了身了，是我帮他偷了刘冰的车钥匙，让他偷了车卖了。会有太多的把柄落在田大力的手，我已经被他们染黑了，没有回头的路了。可是我知道，如果我再和他们这样厮混下去，我的命迟早有一天要丧在他们的手里。所以，我就对田大力起了杀心。只有他死了，我才能有活路。我想杀了田大力以后，逃到国外去。所以你找了张辉？是。我最对不起的人就是张辉。当初他都要准备结婚了，是我勾引了他，让他硬是把自己的未婚妻给蹬了，然后我跟他哭诉，我说田大力是怎样怎样的凌辱我，我答应他，只要他帮我干掉田大力，我就嫁给他。我知道张辉一直都爱着我，他经不住我的眼泪，他就答应了。田大力是个黑道人物，身材很魁梧，就凭你们两个是怎么把他给干掉的？我知道田大力有个弱点，他非常喜欢车，喜欢收购各式各样的车，所以我们
哎，不就那么点保护费吗？都是自家人了，不缺那点钱。哎，这人呢？臭丫头！田大力去机械厂的时候，因为我骗他说那是别人偷的车，要急于出手，所以他就带了现金去收购。后来我把那些现金和田大力的车转手得的钱全给了张辉，我让他到外地去避避风头，我在本地等消息。两个多月过去了，我想肯定没事儿了，那尸体肯定也烂得认不出来了。可是结果偏偏那天我参加了你组织的同学聚会，偏偏又在你面前接了那个电话。我听说机械厂出了事儿，我就知道田大力的尸体一定会被你发现，所以我就急急忙忙去跟张辉会合。可是我们原来那些钱都用得差不多了，我们要逃命，一定要弄到更多的钱，所以我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给刘斌打了个电话。可我真的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知道那具尸体是田大力，而且怀疑到了我，找到了刘斌。金老，这个案子已经结束了，不是吗？对。可是这个结果不是我所期望的。那么活生生的一个人，马上就要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。你是聪明还是傻呀？杀人是要偿命的。你现在必须从这个案件当中走出来。如果今天晚上你没有其他事情的话，
还有一项更重要的工作要去做。去哪儿啊？到了就知道了。哎，把警服换了啊。不是。啊？这什么地儿啊？这儿你都没来过？没有。酒吧街。来这儿干嘛？喝酒啊？对啊。哎，你可跟我说的是有工作啊，我那还有一堆活呢。这也算是工作一部分。走吧，走吧。哎，就这家到了，快。电诊中心，我们马上到。刹车痕，没有目击证人吗？这里不是主要干道，车辆和行人都很少，而且那个报案人也没有看到车祸的经过。很明显，这是个交通肇事逃逸案件，我们得抓紧时间找到那辆车。那辆车一旦进修理厂，我们就麻烦了。对。
喂，是我。知道了。那个受害者死了。花园小区附近发生了一起交通肇事逃逸案件，警方呼吁目击者与警方罪案鉴证中心联系。找到了，桑塔纳三千。桑塔纳三千，钱是有多少辆？有两万多辆，怎么办？天哪！等我们找到那辆车，人家肯定已经送到修理厂，把痕迹处理得干干净净了。哎，天无绝人之路。怎么说？有目击者来电话了。目击者说，他在现场附近看见一辆桑塔纳三千出租车停留过，但是很快又开走了，并且听到了刺耳的刹车声。桑塔纳车全市有两万多，但是有桑塔纳三千的出租车公司并不多。那我们还等什么？走。我现在突然想起来一句话。什么话？黑夜给了我们一双黑色的眼睛。哈哈哈！去了酒吧成诗人了啊！国道帝豪花园，你好，东方，你好，你好，欣赏一下。稍等一下，在董正西路路口。阿姨，稍等一下好吗？好的，等一下。在董正西路与丽园北路路口，需要公车。刚刚手机的事情。喂，你好。今晚上班的都在这儿。好，谢谢。阿兰，他来我们这上班才一个月。麻烦你，确定他的方位，然后告诉我们。是公安局的。
他在关键问题上没有交代清楚。没错，关于他怎么撞的那个小女孩，他一点都没讲。这有两种可能，一种就是他故意隐瞒，另外一种就是人在极度恐慌当中会忘记甚至扭曲一些事实。我同意你的观点，可是到底是哪一种可能呢？我现在真不希望他就是肇事者。为什么？你没听他刚才讲吗？他离婚了，现在又下岗，自己带着一个孩子挺不容易的。如果他真是肇事者，他除了坐牢之外还要赔上一大笔钱，这笔钱有可能是他一辈子都还不清的。最关键的是他那个孩子，他要如果进去了，他那个儿子怎么办？谁来照顾他？秦朗，你也知道同情代替不了法律。我明白。那就让科学的鉴定帮我们下决心。正在进行尸检呢。谁在解剖？江雪飞。这回我得说，他回来的真是时候。我得拿这个血样和受害者的血样进行比对去了。让家伟去干吧，我们去看看雪飞那边有什么结果。好吧。每次检验这样的尸体，总得让自己变得铁石心肠才行。这可怜的小尸体告诉我们什么？他身上有明显的车前轮碾压的痕迹，那应该就是你们说的那辆车肇事无疑。我出去一下。秦朗怎么了？他也是一个母亲。结果怎么样？阿兰车底部发现的血迹的确是被害人留下的。你确定？我确定。青姐，你去哪儿？小朋友，你叫小勇吧？你妈妈让我来接你的。你看啊，阿姨是警察，别害怕好吗？阿姨，我妈妈出了什么事了？你妈妈没出什么大事，不过呢，你现在还不能见妈妈，阿姨带你去个地方好不好？
怎么了？我去了，没事。小勇，乖啊。好，齐娜来了。哎，小朋友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啊，小王，哎，来给孩子弄点吃的去。好。秦朗，你放心吧，把孩子交给我们，我再帮他查一查，看看还有没有亲朋好友可以帮他一把啊。谢谢啊，小朋友，哎，来来来，过来，哎，来，小勇，来来来，小勇，别害怕啊，这个警察叔叔啊可好了，他会照顾你的啊，你要乖，很快就能见到妈妈了，好吗？建伟，干嘛呢？亲姐，你来看。我们在现场提取的油漆颜色和阿兰车身的颜色是一样的，但是他们的刮蹭处却不能吻合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是碾压，不是碰撞？对，也就是说，阿兰的车虽然到过现场，但是正如他自己说的一样，他是碾压过一样东西。而不是碰撞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大胆的推测，先有一辆肇事车撞倒了受害人，阿兰的车只是二次碾压了受害者。这个推测确实太大胆了，需要进一步的检验依据来支持。你们这个发现太重要了，我们走。如果阿兰的车是在这里碾过了被害人的身体，那么他离开现场的路线最后应该还是朝这个方向。他在压过人之后精神肯定是高度紧张的，他开的车子肯定会偏离方向，不会一直开的。看来这阿兰在匆忙的逃离现场的时候就撞到这儿了。这个肯定是撞击后留下的痕迹。没错。
你看那群孩子，如果不是这场车祸，我们的小被害人不定在这玩的多开心了。是啊，谁说生命不是这世界上最脆弱的东西？我真的想不起来了。你一定要想起来，这对你很重要。你再仔细的想一想，你看到自己压了人之后上车，然后车往哪个方向开了，有没有碰到什么东西啊？我上了车，脑子里一片混乱，只想着我儿子，然后我就往前开，速度很快，因为我只想快点离开这儿。后来好像撞到了路边的一个什么东西，是路边的电线杆。电线杆离出事的地方有多远？大概80米左右。好，今天先到这儿。你想起了什么，一定要告诉我们，好吧？我还有事儿。你的儿子，我们已经给他送到派出所了，那儿的警官会好好的照顾他的，你放心。谢谢。我。齐朗，你知道吗？有时候我很敬佩你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总是能对受害者，或者受害者家属，甚至是犯罪嫌疑人，付出人道主义的关怀。那是我的个人习惯。你的这个个人习惯，恰恰是我们这个行业最难能可贵的品质。每次你这么做的时候，连我都觉得很温暖。你这么说啊，我也觉得挺温暖的。你只要在方圆5公里之内寻找一个车牌中带酒的车主就可以了。知道了。走了，小心点啊。